魔教本质。哎，站那，我们站这儿，站这儿，来，听话，背起好啊。喊什么？喊青藏大师生日快乐啊！我背下就挠。青藏大师，出来吧！别躲在医院的角落了，这么多名，你这么多粉丝来找你了。我们党代表，还我财产，还我一个安宁的一个环境。我在这边的话，开了一个车，他们呢国内马上就知道，国内的话。像我家里边人调查陈祥卫的车，他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不是背后的话有人的话支持他，来吧来吧，秦哥出来吧，我看见你们有很有斗志。这个线是谁的线？哎，他们爱秦刚了，你们还拍啊？哎，你们喜欢秦刚了？哪一个国家的？秦刚大师，中秋快乐！开起来喽！叛徒，对啊，我们陪你打网球了。你们的话是代表了谁在这里的？啊，代表谁住在这个房子里边？代表人民的。Chinese government lie, Chinese government liar, Chinese government evil.Chinese government, 你们都是我们的子孙啊，听到了没有？你们都是我们的子孙，是人民的子孙，拿着人民的钱去跟人民作对。这是美国人民的，这是美国人民的，不是你的狗奴才。很可惜，他在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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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他们是我们的 Apex, Apex, yes, yeah, yeah。前苏联，前苏联的独自独尊，然后。你们的亲爷爷全部都已经灭亡了，然后你们现在你出卖中国同胞，我听懂了，他们在说什么？But as far as being like right here, yes, 他说他在说这是公众公用的。Yeah, we can ask them. Yeah, yeah, please, yeah, yes, thank you, yes. 我们站在这个美国公用的这个路人行横道上，这个中国这帮工作人员不让我们站在这个美国的公共土地上，你们控制着吗？你以为这是中国呢？多少无奈，对不对？被你们折磨着逃亡，到处逃亡，你们到处追杀，像你们这种魔教本质 ，Chinese government 的 evil，Chinese government is stealing my house，Chinese government kill too much people，Chinese citizen。出来呀！继续对证，继续对证，出来！没本事了吧？啊，畜生！黑社会，美国警察是公平公正的。American police very good. Yes. 秦刚的三姨太，秦刚的三姨太。只有徐中举才有这资格，你有吗？他也有啊，我也有啊。你要往这堆儿里混呢？对呀。你是反民的叛徒，反民的叛徒，你爱秦刚，你就是叛徒。姜薇先是男人的叛徒，跑女人堆里。我呢，想用文明的方式，在文明的世界里用文明的方式。你也爱上秦刚大使了？你也爱上秦刚大使了？我们为警察点赞，他也今天说了一句公道话。这个地方是公共美国的公共地方，他们可以站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比着身子的站在这里。那你要说阿列。对，昨天我们批评美国国务院啊，经常当美奸，把权力都让给啊大使馆的官员们欺压访民。今天他们改正的不错呀，啊，及时纠正错误。Please, very good. Very good, please. Very good, please. Nice. 好了。我来说一句。America police, America. 谢谢。
哎呀，那会儿那会儿，哎，他们上面的往上看，他们上面的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了。是啊，你再用什么样的花招，都现在不行了啊！你的那些花招全是用完了。啊，他的花招那杨坤啊，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大杨坤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你每天他们给你多少钱啊？杨坤没来，你每天给你多少钱啊？你每天给你多少money啊？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evil.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till my house. 拿着手里拿着这个绿本子，到几千年那些被这个美国小伙子骂的狗血喷头。浙江省和台中市的。对，这就是看来又多了，他一电话给叫过来了。你们秦东大学的。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returned my house. 是啊，没。The Chinese government evil. 钱交出来啊！你怎么？你给我们封锁了？你给我们封开了？赶紧去！你像我们家里面都不回家，天天到他家里，早上来晚上来，还不爱他吗？我们爱死他了。他出来你的我肯定。